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 GTA， 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呢小富成为了这个跑酷小子。什么是跑酷小子呢？就是走路走一走可以突然来一个前空翻，哎呦，呜呼，完了完了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错误示范啊，我平常不可能摔得那么丑啊！哎，摔用摔这个字眼对吗？没有，反正我就是一个厉害的跑酷小子就对了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要怎么样？影片未看先按赞，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啊！好，首先我们先练习一下这个前空翻啊，不是这么，哎呦，哦，刚才那是怎样？来，我们跑一跑，跳起来，哎呦！哦，翻个两圈啊，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前空翻啊，跳，我嘞，等一下，这变成飞扑啦，所以哎，这些招式没有那么简单呢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来跳起来，我嘞，跳起来转体，哦哦，可是没有站起来啊，我哎哎哎。欸欸刚才好像快成功了，哇！这好难哦。哎，好像有点成功的感觉了哦。我跳，哦哟，哦，成功了！这个就是前空翻啊，毕竟我们在这个洛圣都有没有，随时随地要这样子跑酷哦，有没有？我嘞。这一切都是错误示范啊！其实我平常是不会摔倒的、啊，来，我试给你看。平常我们就是游走在这种人家的屋顶上面，要怎么上去？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前空翻来跳到上面那个屋檐，有没有？来，我跳，哎呦，没成功，我跳，哦呦，哇，哇嘞！我成功跳上去了，但是也摔下来了。那个屋檐不能站人吧？一整个直接被骗啊！我觉得这边的老房子不够多，所以没办法跑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去这个帮派分子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应该比较好跑酷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来到帮派分子的大本营，我们跑酷就是这样子。我跳，哦呦，哦哦哦！哦哟，这个整个帅气度有啊！最后摔下来，你们不要看啊，基本上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想要直接蹬上去，有没有？他傻眼，他想说我为什么要撞这个铁栅栏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一次，我直接翻过去给你们看，可以的，哦哦哦！那个姿势太诡异啦！没想到当个跑酷小子没有这么简单哦，是不是？说成功就成功啊！哦哟，吼吼，看来我是可以飞檐走壁喽！呜呼，吼吼，哇塞，这一个就是跑酷啊！说了你们也不会懂哦哟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们哎呦，这个是怎样？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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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什么奇怪的这个时间暂停哦？他这个跑酷的招式就是在空中停留，有没有？所以看来我们也是非常轻松的，有没有？我们也可以。揍他一下，然后就哎呦，一个跑酷完了，走不掉，糟糕！结果，用我们的跑酷招式，呜呼，呜！来喽，跑酷，哇嘞！哎，成功站起来，是不是？再一个，哦呦，哎。很好，既然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基础跑酷测试，
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实战练习我们的这个跑酷地图了。来了，我们来到了专业的跑酷场所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、看到这个雕像了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跑酷的入口。从这个地方上去，走咯。哦哟，有没有？这有点高啊！好交代，我是跑酷高手才跳得上去啊！有没有？来，直接一个跑酷，直接跑起来。跑酷是需要走这种东西的吗？没问题。哦哟，等一下，这边要跳过去啊！哎哟，哇，我嘞，哇！傻眼！你确定这个是跑酷考试吗？还是我们用我们的绝招？我们绝招一下子就跳过去啦、啊，直接在这边一个前空翻，有没有？一个前空翻，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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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还是摔下去啦！看来会这个跑酷。对于玩这种跑酷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啊！我觉得他这个地图难就难在说这边跑一跑还要跳过去，哦哟，一个跳不好就直接下去啦！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跳，哦哟，哦，傻眼，这个是太难了，等一下，哦，来爬上来，这边没有问题，这边要连续爬，不然会掉下去。他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立足点，再爬，再爬，再爬，哦，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没有问题了。然后这边往这边爬，我身为跑酷高手，遇到这种地图当然难不倒我啊！哇嘞，等一下，这边又是这么难的吗？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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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稳的。一个跑酷高手走这种细木板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边继续往前。我们跑酷小子的封号，怎么可能是浪得虚名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再爬再爬再爬，连爬，哦呦，这个手速有没有？然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不是，直接一个摔下来啊！看来我们这边必须来一个大跳跃哦！傻眼！看来要前空翻，对不对？我们前空翻就可以过去啦。看来你们可能不认识什么叫做前空翻啊！我直接示范给你看，哦吼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前空翻太过了，来前空翻，哦吼，哎，没过去啊，哦，过来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就是要有这种飞跃动作，然后这边走这边过来，前面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跳过去是不是？我是要跳过去，不是自摔啊！我刚才跟自摔没什么两样啊！哦，好难！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就是这么困难，所以我们这样要一气呵成跳过去。哦哟，然后这边呢？这边我们有办法直接跳过去吗？哦哟，可以呀、啊！我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强了？这就是跑酷啊！哎，上去的路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了！我们要过关了！哇塞，终点就在那边！哇，我有惧高症啊！哎呦！哇、哦，这看着腿自己软掉哎、欸！哎哎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！哇哦哦！哎呦、啊！
也是，我们不是有学前空翻吗？我们直接让他见识一下前空翻的威力。来，我跳哦！呜呼！哎，成功！这个就是跑酷啊，一个漂亮的 ending 啊！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